你再你用力，这不是一点吗？我这个地方合到你这儿来，这个比较难的哈。你是是不是这儿合上了？这合在这儿了，然后这个胯合上，啊，感到了吧？然后这个地方合，你是它都合上了，不是用的力，是合上的。明白了吧？你过来试一试，什么感觉？啊，这不是一点吗？你是这是一点吗？感到了吧？你看这儿合上了。 它和这个不一样，对，合上了吧？你是合这儿来了，你看合这儿来了。嗯，再比这个功夫再高一点，就不是合了，就是严方。这不行啊！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合好了这个，再是第二点，没劲儿吧？你看这儿一沉合过了吧？就是我和他不在一条线上，他合不上。明白了吧？你看这个尖。 有了吧？看这儿和他的胯没对上，我这么一转对上了。嗯哼。就三点就试试了。啊？就两根。三点。他的意思还没到五点。他心急嘛。这粥还没凉，他就已经喝下去了。啊，这个合明白了吧？啊，你过来试一试，我给你远，在这儿，你随便推一个地方吧。你看。 哎，推就行，他不在这儿吗？推，在这一点，你看我的肩，推，对着他的肩，他这就没劲儿了。这个胯对他的胯，嗯。哎，但是你对不上不行，对不上就是劲儿。嗯，试一试，站这儿。啊，非常美满的感觉啊。就是要倒的感觉。这不是合上了吗？你看，不管用吧。 很好啊，不管用吧？看这儿，管用吗？这还不管用吧？你的胯现在你顶住了，你看顶不住了。不，说多了没用了。你们还是回去练这个合上，就是合上，不要用劲儿，在用劲儿是用下一个位置用，不在这一个位置上用，用的话就跑了。就是那个螺丝刀放在螺丝里顶上了。 用这个地方转它，你这个螺丝刀的那个头，你再一转，它从那个里面出来了，出来它就没劲儿了。但是呢，你还没放进去，不行，放进去之后，你再让它跑出来不行，放进去就行了，做下一个部位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你能做到两三个的时候，他对方就觉得你的劲儿比较奇怪。你要是一个地方用劲儿大了，就是劲儿大。哎，反复练这个东西，但是这儿和你这儿它有方向。 所以这样你看没有劲儿吧？你看这儿，你看到这儿来它就有了。嗯，你看着，你看我们两人的肩膀在这儿，抻好了，搞不了它。但是你再看我的肩膀，瞄上了，你看它就有了。对直了，就是对上，怎么对上？你慢慢研究。 你找个人帮着你看也行，怎么样？他得真对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这儿，你看啊，我这个劲儿很大，他就是没对上。但是我一看他这个劲儿是在这儿的，我呢得你看，哎，对上了，你看他就过来了，是真的对，是个物理的对，不是脑子想一想，不是个意念的对，就真的你拉一条线，拉个绳，像搞建筑一样，你把那个把你的肩我的肩放在一条线上，哎，一边做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说没准备好，你试，嗯，是吧？那包括你往里拉。 你看他这样的，我这个地方我是背拉的，我要主动的调过去。你是，那就在你做动作的时候，我看着你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到的位置我和你对上，瞄准了，哎，就是瞄准。这个啊，活步这个散开打的时候就是打鸟，平常练定式就是打靶，打鸟的时候你得找他，哎，你哎对，最后他还是得一个点儿，就你。 等到他和你打，你们打过鸟没有？打过，打过，打着了没有？没打着，打飞的没打过。嗯，知道为什么没打着吗？点对不准。啊？你瞄准，你瞄准，不是，瞄的点。不是，不同步。但同步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真正打过，从打不着到打着，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了。你的枪是这么拿的，我们正常的人，他看鸟怎么看，他的鸟这么飞，你这么打他，你看你的手这样。 他老想这么飞，为什么呢？你的子弹这么走，他横着走，他只要走1毫米，你就打不着他。怎么样呢？他这样走的时候。
你离开，你们都离开，因为它离你很远，这个面很远，它横着，你慢点走啊。我呢，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，它在我这条线上，它怎么跑也在我这条线上，明白了吧？哦，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哎，现在呢，你这样，我从这个地方，你看这块石头，是吧？你横着走，我追不上，怎么追也追不上，每一个点都错过。现在呢，你在这儿。哎，好，你不是一步一步的走吗？我呢跑到这儿来，你走吧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哎，一枪就打上了。打鸟，打鸟呢，就是它鸟，它是这么飞的。你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到它和你在一条线上的时候，它越往这越近。它这和我们练拳完全一样。明白了吧？和那个打飞碟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不一样，不是打飞碟，你知道吧？不是飞碟，是个机器发的，机器发速度不变化，不变化，你可以预测它。你打几枪就预测着。那就打时间长。哎，打鸟打兔子都这样，兔子不会转弯，它一蹦起来之后，它只会直着跑。它转弯的时候，它要这么一做个急转弯，它得停一下。所以你只要看它直着跑的时候，你赶快调整到它这个线上。就是说，他20米，你这个枪能打100米的话，他又出去了10米，他才30米，在这一条线上，你打他很顺。哎，就是顺着打，和我们练太极是完全一样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我们就是整天我和你们讲的近路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看你来推我，你是随便推，你看他身上有那个不正的地方，所以我呢，你看他这么走的，我这么样，你看都打不着，你再走，你看打着了，我找着你那个直线了。明白吧？我得看出来你怎么走的，我得和你顺上的时候才能使劲，没顺上不能使劲，没顺上使劲让人顶出去了。听懂了吧？这和现实生活中真是一样。一定顺上它。对啊，你是做到了才明白的，你不是先明白才做到的。一做到了你再一说，哦，我就明白。就是我给你。